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，他就他也是活人。点他！我操！什么意思？点他！点他！点他！我们一定要撑完这个最后五分钟的阴湿路。哟！你们把我逼到角落了！又有人来了。他们是集结要打王是不是啊？晚上好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最初的感动，可以看到我们梦回这叫什么？特里亚，梦回一年前，兄弟们，这硬核伺服器啊，它主要就是让大家起手不用抽卡，它就是主打商城没有办法抽卡。然后所有玩家起手呢，都是金变精华，很公平哦。起手就是送一张金变跟一张精华，然后你没有办法花钱抽，你只能靠干菌农啊。对，但是这个农是非常危险的、哦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安全频道，就只能肉搏干一干。然后你死三次，像这边有一个三，这个三很特别，在血条旁边，这个死一次会扣一点啊。死三次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兄弟们，不是掉趴，是你人直接会没了。你死三次，你的人物会直接消失，会被强迫删除。所以这个游戏干人很爽啊，是真的可以把他角色干不见啊。哎，哪里有人可以干啊？必须找个人操一操，回归最初的感动。怎么没有人？有人知道硬核伺服器哪里有人操吗？那顺来顺去都没人了、啊。还有干？无人可操。哦。啊！二中二，卡密尔哎，屌卡屌卡，收了。怎么玩政府都没有这运气啊？怎么哈扣直接二中二？干！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他们抱团。小心镇守的攻击，好像干不过哎、欸，有没有烂一点的这种？那我盖盖看。妈的，又有后仰射击，你协调白上啊！妈的，多一张后仰射击跟流，真打不过他，多两招拦击，我的脸被他撒烂了。有没有兄弟可以拉我入公会？我们一起对抗恶势力好不好？可以申请老友，好，老友同学会来申请申请。会长妹子，了解一下，葡萄野鬼，有像，这 ID 有像妹子，有赖群吗？对，拉个赖群了解一下。我是那种龌龊的人吗？哎，自己人，我已经申请了哦，自己人哦，不要误伤友军。哎，加入了。Hello。嗨，要干人吗？组队干一干，组队干一干。哦，这个游戏啊，你只要杀掉四十级以上的玩家，有机会获得战利品。所以杀人是真的可以，是可以喷宝的。我操！还好我屌顺。特哥来宽衣送头，我在有蓝机之前是不会去宽衣的。现在就在抓我，你在这伺服器啊？看到四十级以上的玩家，他就哦有四十级以上的玩家就是行走的钞票，操他就可以拿到奖励。哎、欸，有人要干我，有人要干我，有人找到我、啊，干还是阴湿路吧？干阴湿路啊！你妈的，这阴湿路啊！操！这叫对话刚，干又来了！啊操！他每个都难记耶，干你们怎么会存钱啊？小地图要遮，不用啦，不用遮小遮小地图就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是你们先操到我，还是我先顺走。我操！我头很痛，站裂开，我去跨一看一下。妈的，跨一好像有人嘴啊！干你！干干干干干干！妈老人阴我！哎干！这个我只能说跨一不容易。对，跨一的难度确实有提升。我们需要360度。哇！
需要360度环景，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为什么有括号困难一样？这是自己人吗？绿色的苹果。嗯，不是，朝他朝着我走来，不怀善意。喂，不，这个我今天我就在这里挂到十点，能在十点以前杀满我3次，算你们赢，算你们厉害了。这看起来是傻逼，这是傻逼看起来没凶。我操！好一半，靠腰啊，很痛啊！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我现在很慌，血只有一半，但我不想按回卷，按回卷就输了。真的按回卷就是，有水草啊！不是，他也是活人。什么意思？领导，领导，队长！什么意思？还好，屌飞，屌飞，屌飞，不然我要被抬走了。干那头人太大了，有没有兄弟支援干一干？有吗？找个点我们集合一下。没道理都是我追着被干吧？我也马吉敌对。那胖子在跟谁说话？这个 MLB 很痒哎，妈，等那个 MLB 落单，我要操他！擤个鼻涕可以吧？MLB 这菜逼，菜逼菜逼菜逼干一干啊！输赢单挑，有没有种单挑？打不飞的，单挑不飞干到底，敢不敢？他不晕我，他是不是有诈？他是不是有诈？他是他兄弟啊！不要哦，你他！你不讲武德啊！你看我就说我干得过他啊！妈的药师猫猫，猫你老木，他妈猫你老猫你老木，只有你有兄弟是不是？妈的 MLB 的他妈都欠干，操！自以为大股奖品哇！在那叫什么？免费还有，我们不花，我们免费还有，补一下顺卷，200张顺卷，10分钟内能把我200张顺卷打完，算你厉害。我不会再按第二次回卷，真的，我不会再按第二次回卷。哇哈哈哈哈，一团，棒球大联盟，遛狗。遛狗遛还有屌顺，我的妈了！哦，拳小拳鼻，拳小拳鼻兄弟，送你一张瞬间，傻逼！哎，还可以怪打完再顺。我操！哈哈哈！你看，我瞬移的瞬间被他们灌了一管血，他们直接一坨人在顺点蹲我点，又有人来了。他们是集结要打王是不是啊？我刚刚喷饱了，我刚好掉一个GG的东西在地上，敢生一条命来，要赌吗？再赌就没命来，还是我们恢复内容？跨区有点变态。还没10分钟，该这边嘴操，烂命一条啦，有种来操啦！说10分钟就10分钟，我们不打怪了，我们一定要撑完这个最后5分钟的阴湿路。哟，你们把我逼到角落了，傻逼，顺手了，拳小拳鼻又来了，我是不会给你们机会摸到我的。一个晕，然后落3个人，我可能就死了，绝对不能玩命。我们这个一死要3组角色啊，3条命没了就要3角色了，拉扯拉扯拉扯。哇操，这么痛啊！血怪砰一下，我就妈的翘毛了。他妈那个血怪什么做的？那血怪斗魂砰一下，我1/4不见，有这么痛吗？感觉。妈！我操！感觉那个金吉拉米亚都没这么痛。
干嘛？干嘛？干你有你的事哦！干你有你的代志哦！关你屁事哦！不行，我要报复社会了。不行，太兄弟了。干，能不能让我操一条命？我想要享受一下操死一个人喷饱的感觉。地图没遮哦，不是、啊，遮地图就输了、啊，怎么可能遮地图？遮地图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怕了，说明我慌了，我不怕他们啦、啊。顺卷在手，希望我有啊！我手上捏着顺卷，你要怎么杀我？傻逼！左右都有人来夹击，直接一个顺，再一个顺，你们有种，每一个顺点都他妈蹲三个人抓我，我就一张顺卷打一只怪，纪律，我不会犹豫，我不会眷恋。好，两只好了，感觉可以探一下啊。好，两只怪顺掉。哎，旁边有人，不管，打一只再顺。好多人，傻逼，在你们脸上练功。呼呼，好痛啊、哦！好痛哦！哎，时间到了、哦，啊，还可以领个信，开个箱，没压力，一点压力没有。哈哈，十点到了，我们这波游戏是林口精神舞得到了胜利。我要折地图回去逛了。我忘了逃，我讲我就玩到十点啊！啊，我是不是赢了？怎么不是赢？